最近疫情期间嘛，那其实我们就是在家里面都没什么动的，所以就带他们过来这边，就是带婆婆妈妈过来这边，可以动动身体，运动一下，那这样子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。你跟婆婆的感情好，倒是可以一起泡澡的。对，就是对，可以裸照相见。对，就是说因为之前家里面新买了一个浴缸嘛，然后就是觉得说大家可以试一下那个浴缸怎么使用这样，所以他就揪我一起跟他泡澡，所以我就说好，我们就一起泡看，顺便聊聊天这样子。对，老师之前好像有帮小猪罗志祥设计让他甩油11公斤这件事情，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啊，记得，我帮过很多人，只要每一个人喜欢让自己达到一个健康的标准，基本上都 OK 了。他最近深陷了多人运动的风波，老师有没有关注啊？这个没有，我不太记得这个部分。我们就今天这个很厉害的技能，这个部分就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这个好问题了。可是你私下好像跟他也算是好兄弟，那对于他这次的事情，有没有想要帮他就是聊一聊，关心一下他的近况呢？好，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，怎么样让大家健健康康，这个比较重要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其他就不多谈了。